因唔知是讲电影啊，电视看收济啊，是安那吼？因对个黑社会也是出来佚佗，拢有一寡崇拜感、憧憬。欸，我相信拢看过我个电影《少年呐》嘛，欸，迄是要叫大家卖惊歹路。但是前几工就有一个小朋友就会甲我私讯讲，欸，我有看过你个 YouTube， 可怜。怎么啦？白痴。无啊，你袂感觉真足济，恁阿公足，唔知要安怎讲个，唔知想啥。啊，没事，我听你说。因唔知是讲电影啊，电视看收济啊，是安那吼？因对个黑社会也是出来佚佗，拢有一寡崇拜感、憧憬。欸，我相信拢看过我个电影《少年呐》嘛。欸，迄是要叫大家卖惊歹路。但是前几工就有一个小朋友就会甲我私讯讲，欸，我有看过你个 YouTube， 我正讲无法度掌握要安怎做一个少年呐吼。啊，希望讲我家己知道一下，嘿，他跟我说我最近已经要去包脚预约好了。我问他到底在想啥，吼，啊，因拢有一寡共通点吼，尴尬讲做球棒，也是讲出来放笑，家己足厉害的，嘿，啊无就一个学生啊尔，一讲到晚就是咧分享一种兄弟文，吼，当作咧家己是兄哥，伫咧学校啊找一个空地啊，当作家己是夹头，吼，因为无钱。都是要切阿哩，啊切阿哩，我找一种足两公的切阿哩，塞一个半价，可能七八千块尔。吼，哦，啊看起来敢奇异比为啊，一只鲤鱼变作屠杀啦。嘿，啊感觉家己足缘投的，伫咧学校哦，拢足惊路啊，拢会安尼。吼，啊伫咧路的看到阮这种哦有切阿哩的，因就会伫遐看，甲你偷看啊。嘿，啊你发现时阵，因就会安尼。啊无是就是足爱穿迄名牌，吼，哦，口袋啊就无钱，零用钱一个月可能几千块而已，吼，哦，啊伊会当甲全部的钱摕起来买迄名牌，怎会放我是毋知啊。哎呀，买迄侧背包啊，啊无就是 K 金的项链啊，爱迪达佫一济个啦。我一届甲阮朋友去迄台中的三井奥莱，哎，就看到两个，一看就是小朋友佮一个小屁妹啊，嗯。因三个人就去个普罗山的店面，诶，摕一个酷奇的手拿包，挂一条链链仔，诶，啊皮带我袂记得，诶，啊因三个人买一件普罗山咯吼，介绍介绍的时阵吼，规个开拢无同啊，诶，当作家己就有行头的，嘿，介绍介绍，我头要走的时阵，因就安尼。安，啊，娜，你是当作你咧看流星雨啊？啊，我问你，你是干啥？你上老的你啊！